有足的，修福报、修智慧，就是予伊显现出来。你去认识自己，相信自己，承认自己是佛，这叫做承担。你敢若放生，你无改变，这无叫做行善。对内心内底做一个决定，从今以后全力以赴，得爱护一切众生的性命，这个决心才是行善。不是将无清净的物件观为清净，将无圆满的物件观为圆满。你是本来就是清净，就是圆满。认识到这个道理，并且证得了这个道理，这叫做开悟加证悟。阿弥陀佛是真心想要接咱，关键在于咱是不是真心想要去呢？如果真心想要去，肯定会时时刻刻拢发这个愿，到临终的时阵嘛袂白记哩。回向的对境是无量的，功德也是无量的，这是使功德得以圆满的一种善巧方便，为自己，为某某众生回向，得到功德色，因为对境色，心量就色。你会当解脱，这是上师三宝的一种期望。你会当利益众生，这是上师三宝更加大的期望。为了这去爱护身躯甲性命，实际上是爱护诸佛菩萨的事业，爱护百无众生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
看见佛菩萨，看见正照啊，有各种好的正相甲梦境，嘛是好代志。但是这无等于解脱，嘛无等于成就。任何时阵拢无起烦恼，无痛苦，才是解脱，才是成就。点到啊，福自然就有。只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代志，世间的福报自然而然就来。有智慧的人，为自己的时阵去为众生，确实自己得到解脱；无智慧的人，为自己的时阵，就是为自己，求什么也得不到。有神地性的指点，依照伊的要求做，这叫做下合；有正确的方法，按照正确的方法修，这叫下修。你想执着的东西对你伤害最大，你对哪一件事情、哪一个人、哪一句话执着心最强，他对你的伤害就最大，人就是这样被伤害的。不知道什么是佛，什么是往生，什么是西方极乐世界，各念佛求往生，这叫做迷信。信爱先明理，明理啊才能深信，深信啊才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修行不在表面上，在心上。每一个起心动念拢是修行，真正有修行啊，什么人也障碍不了你。
咱一定要合乎修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舍弃众生，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该做的一定要做好，该尽的义务一定要尽到。在心内底做决定，我要让一切众生安乐，这是自心；我要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这是悲心。对每一个众生都发安乐的心，这是无量的慈悲心。无追着快乐，嘛无执着着快乐的时阵，快乐自然就来；无逃避痛苦，嘛无执着痛苦的时阵，痛苦自然就远离啊。佛法的奥妙嘛正伫个遮。分为心魔和外魔，外魔是心魔的显现，心魔则是真正的魔。当然会当完全为众生的时阵，才会当断除五执、五爱，才会当降服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降服了这些烦恼，才会当无造业，无造业啊，才会当无受恶果。研究佛法、修持佛法，就是为了增强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对一切法的真相和真理的信心。修行的过程，就是增加信心的过程。自己的功德福慧圆满啊，无丝毫的自私自利心，才会当观察别人、修正别人。自己的功德福慧圆满之前，无自觉。
不管是富贵也是善者，如果你感觉活了累啊，活了痛苦，这就是命，始终无法度使自己满意，达未到自己的愿望，就需要对着后悔自牛。真侪人拢把佛当作神，把佛法当作神话，当作承办世间杂事的工具，向佛求各种愿。如果你有所求，就毋是佛法啦。学佛法是一种缘起的作用，是完全的解脱，执着是轮回的因，是真正的痛苦。无执着啊，才有认真，才无痛苦。对世间法，对一切法，无丝毫的贪着，叫放下，认真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甲义务，叫无放弃。自信不是傲慢，是一种境界，是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对自己的欢喜充满。傲慢是一种邪见，是一种无明烦恼。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有继回归佛陀本怀，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将佛法传扬于社会，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护生等的慈悲理念，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照破黑暗，传灯无尽。会务介绍：护持弘法，培育僧才，僧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统一编号87515434，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服务电话：0398993199，随喜 www.lif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TM。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三十系念大法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将会报恩殿万姓历代祖先子安地藏殿之全球婴生卫生胎儿暨早夭婴幼童脸位世界各地网路登记牌位，举办孝亲报恩梁皇宝忏暨三十系念超度法会，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孝月，正是感恩报恩广种福田的大好时节，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借由修福修慧力量忏悔发愿，透过法会加持将冤亲债主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缘，与会大众皆能同沾法益，祈愿疫情早日平息，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疫情尚未完全解封，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减少群聚，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随时公告周知。电话039899319039898319039898686039898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三十系列暨慈悲施食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陀罗尼是梵语，意思为总持，也就是对佛法能一持不忘。善加思维与实践，且由意陀罗尼能得知无量陀罗尼，因此称总持。又因为具陀罗尼者，即能掌持善法，能遮除恶法，因此又称为能持能遮。陀罗尼分为四类：一、法陀罗尼，对佛的教法闻持不忘，又称为闻陀罗尼；二、意陀罗尼，对诸法的义理总持不失；三、咒陀罗尼，菩萨因禅定之力而以咒为相应众生除种种灾患；四、忍陀罗尼，菩萨凭着真实的智慧，不随世间价值而转，能安住法的实相而不忘失。在《无量义经》中说，以陀罗尼无碍辩才，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菩萨因具足以上四种陀罗尼，因而辩才无碍，在面对心性各异的众生时，能契合法义而应机说法，是度众时的善妙方便。
净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慈悲生活在一起，生命电视触动行动，真感动。接下来请收看妙香佛国彩云南线。